你点亮灯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哈卷那里，是三级课程的学员，想要跟你分享一下在这2天的三级课程里面的收获跟体验。在这个课堂开始的时候呢，就很神奇，因为我就付了1000美金的预付款嘛，然后呢，我就收到了一个房间的连接，然后我就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呢，有同学说："哎，没有付完款的就不能进来哦。"然后我就退出来，然后我就跟师傅说："师傅，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听你讲课？"然后他就说，他在我内心跟我说："超度仪式的时候你就可以进来了。"然后真的，然后我就去睡觉了。然后真的在准备超度仪式之前呢，三级课程有一个点化。我就被同修叫醒了，快来快来进入点化。然后当下我就收到一个信息说，哎，只要预付了1000美金的同修都可以参加一天的课程体验课。然后我就好，那就去参加。然后我就进入了房间去看师傅的点化。好喜悦哦，因为真的是只要师傅出来，他就叫我去看他了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一个很大的体验就是，他说在三级课程，在我超度仪式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就坐着看我吃东西，我就会把你所有的业力带走。然后我在那个当下呢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一个很深的模式，我都忘记是什么模式了，因为这2天强度太大了，我忘记了跟我父亲之间的一个不圆满。哦，对，想起来了，就是这么多年我是怎么活过来的，就是那个被孤儿的感觉，我是怎么活过来的，我就问自己，哇。怎么这么厉害？突然之间就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是怎么活过来的？然后那个痛从我的身体里面抽出去，真的是太感恩，太感恩了。然后到第二天是我就立马去汇款了，我就把我所有可以用的现金都拿去汇款。因为那个钱本来是打算去交那个信用卡还款的，因为信用卡还有要每个月都要还款嘛，要交钱啊那些全部都要还上，然后就不管了，我就先拿去交了，然后还差2000港币，因为我在香港不够5000块，我就在想，因为其实2000块港币真的是很少，但是真的没有的时候，我就想我去哪里变这2000港币出来。我就把我剩余的一点点的金器拿去卖了，那个卖了之后呢，哎，就显化了，然后还有剩，我就觉得哇，好神奇哦，好喜悦的体验。在交钱的过程中呢，我整个人感受到时空大神从我身上拿走我的对金钱的恐惧，就是对金钱的那个不安全感啊。然后我就交出去了5000美金，刚好呢，我之前预付了1000嘛，然后加5000就是6000。在我付完钱之后啊，好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就是说，如果付款6000块以上的，可以体验10天的课程。因为其实我已经显化了全额的，但是要等那个钱过来是需要3到4天的时间，所以我才去汇这5000块美金出去的，然后。当我汇完之后啊，我就收到这个消息，我就觉得哇，太神奇了吧！怎么一步一步的神奇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呢？然后就是在汇完，总共我汇了6000块，我就可以体验10天的课程。我就觉得哇，真的是第一天的价格已经超过21000美金了。我觉得这个课程的点化，它给我们的福报绝对远远超过我们给出去的钱，绝对不是用钱去衡量的。我们给出去的真的是我们的业力呀，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体验。我给多少出去，我就把我的业力放下多少，我的人是有多么的轻松啊。然后在第二天晚上，10点钟开课嘛，
然后我们进入课堂之后呢，师父就一直给祝福祝福祝福啊，一直许愿许愿许愿啊，然后整个晚上就没睡觉到现在，一点都不觉得累，不觉得饿，不就这个状态太喜悦了，太被祝福，太被爱了。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幸运了，不知道多少个太能够形容这个体验了。在完全的高强度的点化中度过一整个晚上，突然之间就下午一点钟了，从晚上十点钟到下午一点钟都不知道怎么过去，就一天了。然后我真的是很感恩，很感恩师父让我进入课堂，让我参加到他所有的点化，所有的祝福，所有的开示。我觉得真的是太幸运了，所以邀请所有的同修，如果你还在显化，还在考虑的话，加把劲，绝对是超越以往所有的课程的。包括有一些旧的同修上过师父很多课堂的同修都在课堂上面说，师父这一次的点化真的与之前完全不一样。我也是参加过 Parama Shiva Home 二级课程的，在二级课程里面师父给我的那个体验真的是也是很美妙，然后来到三级课程，我就觉得哇，与神连接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。这21天我能够与神同坐，我觉得真的是无上的福报啊！整个人那个爱的感动，那个能量的流淌在我身上，满满的都是能量，满满的都是爱，都是祝福着。好，谢谢你们，祝福你们，我爱你们，一定能的。